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满，但是有一样事情挺奇怪的，你知道吗？有小暑一定有大暑，有小寒一定有大寒，但是小满一定没有大满，因为大满不符合我们古人的智慧。小满的这一天，雨水开始增多，江河渐满，麦穗开始逐渐饱满，但是还没有完全饱满，所以小满这种状态特别好。就比如说小满这一天吧，其实挺怪的，有小暑就一定有大暑，有小寒就一定有大寒，但是小满一定没有大满，因为大满实际上不符合古人的智慧。好在小满这一天刚好呢，麦穗开始逐渐的饱满，但是还没有完全饱满。这种状态特别好，它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。其实小满代表态度呢，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完美的路上，但是我们并不要求呢它一定要十全十美，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完美的路上，但并不要求一定要十全十美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小满其实是一年中最好的一个节气，也是我最喜欢的日子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小满其实是一年中最好的一个节气，也是我最喜欢的日子。所以我的网名一直叫小满，后来呢被人称之为满哥的原因，仅有曾国藩先生的一句话：花未全开月未圆，半山微醉尽余欢，何须多虑盈亏事，终归小满胜半全。说你一首我喜欢的诗：花未全开月未圆，半山未醉尽余欢，何须多虑盈亏事，终归小满胜万全。水神，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一直在喷烟的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，哪里买呢？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。好，同时呢，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哦，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，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R 588，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。